搿能鱼塘到伐嘛？哦，侬到对个。搿搭应该没有新鲜个伐？有个。你是没搭过这品种，放一种个。老年就比较艰难了嘛。不冇得。把它抓回去，用油一炸，香喷喷的。哎，它跳得很快哦。哇，好大的鸟啊！这龙胶只看到有一个熟，这龙胶呢，我要等它自然熟，在树上熟了我再砍了。这种和那个芭蕉是不一样的品种，这个我们土话叫做奶蕉，所以我就不知道叫什么蕉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凤，现在把地挖了，准备种下一批百香果。